干嘛不睡觉，一个人发呆呀？啊？我有件事想问你。这么严重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跟我借钱？没有。哎，不是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说吧。嗯？你老实说，我大哥展俊是不是一个坏人？其实啊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。你坦白告诉我。确实有一些个性会让人不喜欢。但是我不承认你哥哥是个坏人，他只是有点自以为是、狂妄自大、瞧不起别人，还喜欢嘲笑别人。可是他确实很聪明，也很有才华。想不到，原来他是这种人。展昭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大哥为什么到后山去啊？嗯？我想，他一定是去采木棉花。采木棉？前几天，他把我们一个同学宗邦的木棉花给采烂了。这种花，只有我们书院的后山才会有。他一定是想采木棉花，赔给宗邦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后山有鬼的传说？鬼？对呀，我们书院里一直传说啊，后山有鬼，而且是厉鬼，被很粗很粗的铁链拴着，见人就会吃的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是没亲眼见过。可是听说啊，我们有个老师曾经去过，回来以后就死了，是不是很可怕呀？我们这些学生啊，天天听，越听越害怕。可是不管怕不怕，你哥哥还是去了，这说明什么？嗯？这说明啊，他跟你一样恩怨分明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懂吗？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哥哥，只要他在你心里是个好哥哥，一个永远的好哥哥就行了，懂吗？谢谢你，包大哥。哎，常宇啊，你还没睡呢？我还整理香料呢，喝茶。谢谢。听包大哥说，常姑娘你很厉害啊，只要鼻子闻一闻，就可以分辨出500多种花香呢。当然了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宁愿像你一样有一身的功夫，可以行侠仗义，不怕别人欺负呢。嗯，原来你也羡慕展兄的武功啊。那当然了，哎，我今天在集市啊，听说有位女侠把那恶少爷给教训了一顿，把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大快人心呢。如果我有功夫啊，早就教训他了。你说有功夫多好啊！女侠长什么样子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楚楚姑娘啊。楚楚，她又不在，我去哪儿问她？出去问了，我闻到香味了，她来了。在哪儿？哎。喜欢躲起来嘛？人家常宇都闻到你的味道了，出来吧！真是，哇！他
他是人还是狗啊？鼻子那么厉害啊！你说话不要那么刻薄，好不好？是我不好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得罪人。你岂止是会得罪人，你还会行侠仗义，不辞而别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，包黑炭？一点小事还记得，不要那么小气了，好不好？是，我包黑炭自然是又小气又黑了。你楚楚小姐呢，是又白净又大量。多谢多谢。谢我什么？谢你说我大量，说我白净啊。嗯，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吃过了。吃过了，还撒谎，我都听着你肚子叫了。哎，到我家吃饭吧。不不不，我还有事要做呢。你还有事啊？嗯。你就是再有事儿，应该填饱肚子吧？走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碰我，别碰我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要不是那些歹徒在背后偷袭我，我是不会受伤的。哎呦，别动别动！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哎，楚楚，楚楚！哎呦哎呦，疼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疼！你干什么呢？疼死了！疼！我帮你针灸啊，我拿了针难道不应付不成？这行不行啊？针灸不是不疼的吗？谁让你躲了？你一躲我就扎错位置，当然会疼了。我怎么知道会不会疼呢？真是的，你平常检查的尸体比医的病人还多，您的针灸到底行不行啊？从来没见过受了伤的人嘴还那么硬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呀？上回你砍伤了，是我帮你治好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一次啊，你的伤比上次还严重，我不扎你几针呢，你必死无疑呀。哎，你不要有眼不识泰山呐！我娘的金针治病是方圆百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他能给你治病啊，是你的福气。乖乖躺着别动啊，娘，扎针吧。好，休息两天就会好了。哎，娘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擦擦汗。哎。真的不疼了，娘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。楚楚呢，在这无依无靠，我看干脆留在家里治病算了。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叫嘛！哎呀，我可是为你着想啊，家里有个常宇，还有个楚楚，我怕你应付不了啊，儿子。娶两个不太好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想什么？我是说呀，一屋不能藏二美呀。什么藏二美啊？你还藏八美呢？做你娘真倒霉呀，什么事都为你操心，我是怕常宇都不能留下。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对人要有情有义，不偏不倚吗？所以不能三心二意了。楚楚和常宇都是我的好朋友吗？是吗？当然了。娘，就几天嘛，啊？哎呀，你想想，像你这样有情有义、豪气盖天的人，不会这么没有人情味吧？啊？哎，楚楚，楚楚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走了，不打扰了。哎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不能乱动啊，小心着凉。没事，让包公母操心就不好了。娘，娘，娘，怎么会呢？我一定不许你走的，你要留下。把伤医好，要是你伤医不好的话，人家还会以为我的医术不好呢。你看，听我娘的吧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留下了。哎。打扰了包伯母。哎，你不要客气嘛！来来来，你不能乱动的啊！你要乱动啊，伤很难好的啊！坐下。嗯。谁呀？是我，常宇。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特意找了件衣服给你换。啊。谢谢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其实我也是慷他人之慨，我们家着了火，东西全烧没了，这件衣服还是包伯母买给我的。哦，那包伯母对你挺好的嘛。是啊，我完全把她当成自己的娘。那包拯呢？你把包拯当什么了？包大哥当然当我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像包拯这样的黑探头，
怎么会讨女孩子的喜欢呢？那倒不是啊，男孩子漂亮不漂亮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才华有头脑。这次鲍大哥破了大案之后，不知有多少女孩子喜欢他，投怀送抱呢。真的？不过鲍大哥整天都说他很烦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少爷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快。怎么回事嘛？莫名其妙。原来是怕我们闻到他身上的臭味儿啊！还有啊，你们大概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说呀，他娘要帮官府验尸体，然后呢，他们家把尸体摆在家里好几天，搞得满屋子是又腥又臭的，恶心死了。最恶心的就是因为怕那些尸体腐烂，所以要摆在通风的地方。你们知道摆在哪儿了吗？就摆在他们家的那个厅堂里面。哇，他们母子俩就对着那个尸体在吃饭，恶心死了，我真的快说不下去了。对了，还有啊，最恐怖的就是他娘要用包拯身上的污垢做出来的药丸送给人家吃，太恶心了，真的是很恶心，我说不下去了。大姐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我不清楚谁清楚啊？哎，啊，就是他，还不快跑！哎，别走啊，别跑啊，别跑，站住！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没有啊。你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听常宇说你每天都很烦吗？你这是在帮我吗？你这是在重伤我。我真的是在帮你啊。有这么帮的吗？那你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我，你要是真不高兴，好啊，那我就向每个女孩子解释，告诉他们是我多管闲事，好心遭雷劈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帮朋友强出头。你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是我怕了你了。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去吃面了。走，我请客。哼，我还要上课呢，哪有你这么悠闲？哎呀，哎呀，好险啊，差点又迟到了。哎，哎，哎，老师还没来啊？其他同学呢？明知故问。嗯？那天啊，你明明去了后山，怎么你现在像没事儿似的？后山？哦，你是说后山的祭坛呢？是啊，同学们都不敢回来了。展君就是因为误闯禁区，所以他死于第一种诅咒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这有什么不肯定的？门前只有展君的一排脚印，又查不到谁是凶手。不是他中邪，那是什么呢？文日清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大家都去过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鬼怪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哼，我就是怕在你还没有查出来之前，我们都已经死光了。哎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为什么只有一排脚印呢？
道真的有这个巧合？哎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可以草率行事啊。那就按着你的意思去做吧。好，小四。是大人。马上给我把这两封信送出去，要快马加鞭。是。请杨大人来主持清议。是。杨大人，学生包拯啊，清议的时间到了，院士让我请您快点过去。杨大人，杨大人。没在啊。嗯。嗯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学生包拯。学生，学生包拯，哎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。他正确死亡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子时，是因为新房受了重击才导致死亡的。诅咒，这是跨异族古祭坛的诅咒啊！完了，完了，我们都进去过，这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们呢？啊！诅咒，在我的管辖之内死了一个朝廷三品官，叫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呀？大人，别紧张。这里人多嘴杂。包拯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哼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诅咒。我相信杨大人是被人杀死的，而且凶手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公孙公子，你又何以见得呢？大家看看杨大人的衣服就知道了，他被杀的时候正准备就寝，突然有事情阻止了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穿着内衣啊。大家看，当时他正准备就寝，也就是他刚脱了第一层外衣，正准备脱掉内衣上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进来了。这也不能否定他是死于诅咒的呀。他正准备睡觉，鬼怪突然就进来了，挖开他的胸，把他心掏走了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诅咒。你这么肯定诅咒，是不是你杀了展俊和杨大人都赖在鬼怪的身上，怕别人怀疑你啊？是不是你？展昭。哼。公孙兄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个杀人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？啊，据我所看，杨大人当时正要睡觉，有人来找他，他还招呼这个人进来坐过。你怎么知道？
大家看这两个茶杯，都沏过茶，说明杨大人招呼过客人。哎，那也只能证明有人来找过杨大人，还是不能否定他是死于诅咒的。杨大人来泸州才几天呢，就惹下这么深的仇，要把他的心挖出来，这么狠，加上展俊的死，这肯定是诅咒，肯定是诅咒啊！包大哥，你认为杀死杨大人的凶手，也就是杀死我大哥的凶手喽？极有可能。是吗？他们俩扯不上任何关系，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不知道。哎，是不是真的是那个什么族的诅咒啊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侉役，侉役族。侉是北方，役是毅力强壮的人。侉役族的意思就是毅力北方强壮的人。侉役族，我以前倒是没听说过这个族名，不过在祭坛的时候我见过他们的族徽，觉得有点眼熟，就是想不起在哪见过。是不是你在叔叔的时候见到过啊？不太可能。我到底在哪见过呢？来啦！哎，好，您的菜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哟，几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来来，坐坐。哎，马上来啊！哎，您的菜。今天呢，我请客。好啊，爱吃什么？小二来了。有没有搞错？这个所谓的招牌菜太白醉鸡，煮老了。煮老了。应该用新酒煮半只香的时辰，再用花雕冷却鸡肉，这样鸡的鲜味和酒的香味才能融合。嗯，去，给我换了它。好。喂，那个瞎子伯伯吃东西好挑剔啊。我最恨别人在我背后说我瞎子。想不到这里还有高手。功夫是用来锄强扶弱的，不是用来欺负女孩子的。想不到高手还是个小孩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呢。啊，这位大叔，刚才我的朋友并非有意出言冒犯，多有得罪，请大叔原谅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在下天虹书院的学生。天虹书院。哎，这个瞎子好奇怪啊，突然间骂人，突然间走人。突然间骂人，突然间走人，跟你一样。怎么会跟我一样？我只会突然间杀人。我投降。干嘛？还不睡啊？嘘，我睡不着啊。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我问过书院的看门人，看门人告诉我，昨晚根本没有人进出过。这就是说，凶手一定是书院里的人。但是什么呀？但是我就真的不知道。哎呀。他们两个的死一定有关联的，跟侉役族有关，跟天虹书院有关，到底是什么关联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问题啊，就像一个大线球，只要把线头找到，抽出来，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。可是这个线头在哪儿呢？好了，别这么烦了。哎，你说，会不会真的是那个诅咒呢？哼，鬼神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还有人说，那个高丽王子是被鬼杀死的。原来那个鬼啊，就是你。哼，瞎说。好了，明天再想吧，去睡吧。啊，我这就睡。包大哥。哎，长宇啊。你还没睡啊？我在你房间点了点杏木香，你很快就可以睡着了。杏木香还有这种作用啊？我在里面加了点药料，
但是不要点得太久了，要不然你会昏迷不醒的。啊，你真细心，谢谢你。应该的，不要那么客气，你都是为大家的事搞得这么辛苦。啊，不辛苦。好了，你们慢慢客气，我先去睡了。哎，哎，真是搞不懂，说变就变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好多小尸体啊！在哪儿？哎 ，no！ 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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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啊！啊，就这个啊！啊，这，哎，别踩，别踩，别踩！你看，好多小尸体啊！就这个呀？啊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很聪明的吗？哎，聪明就不怕蟑螂了。哎，你看你，哎，把它弄掉啊，展昭！这，哎，你要那么有道理呢，就自己把它弄掉。嗯？哎，我怕这个。哎，别走啊！包大哥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点了信步香就是这样的，它的药性很强，杀虫驱蚊的效果可好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可吓死我了。我是不是很可笑啊？不是啊，你的样子挺可爱的。可爱什么呀？我连蟑螂都怕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你是一个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、什么事儿都难不倒的人，哼，让人佩服的有点恐怖。恐怖？你把我当怪物了吧？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也有弱点啊！真好，这才像个普通人嘛。什么？普通人？怕蟑螂这种事情也算是普通吗？嗯。哎，哎呦！去哪儿？回家，家在哪儿？前边。嗯，出什么事儿？哎，今天这么多名士兵把守，干什么呀？是啊，好像要打仗捉奸细一样。快点！我在泸州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他们这样。包大哥，我去卖香料了，有什么事儿到那儿找我啊。好。哎，生意兴隆啊！谢谢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书院在这边啊。我回去帮伯母看病啊。你不是要跟我到书院去看看案情有没有线索吗？我现在不去了。哎，楚楚，你惹他了吗？没有啊。莫名其妙。你也不懂啊？真不懂。哎，我以为你很聪明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破不了案只是暂时的问题。谁知道你也有事情不懂啊？哎，虽然我精于推理，可是对于女孩子的心呢，是不可理喻的。有时候不能按照常理来推理，所以我就不懂了。干嘛？看着我干嘛？我很英俊吗？又怕蟑螂，又害羞，又不懂女孩子的心，你也是个普通人啊。哼，鬼精灵，我们走了，快迟到了，快走。真是莫名其妙了啊！不让我上课啊？来这么多当兵的在门口把着，哎，真是。哎，日静，怎么不上课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不让进。不让进，哎，为什么不让进呢？你自己问好了。走。不许进！我是这里的学生，也不许进。都头有令，今天停课一天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哈，巧了，我是包拯，受府尹大人所托，协助调查，也不准进。哎，无关人等不得入内，我要以府尹公子的身份进去。也不准进去！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泸州城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都统有令，任何人擅闯禁地，先打50军棍。混账！这里不是军营，你们凭什么使用军法？捉住他！哎，公孙兄，公孙兄，别跟他斗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哼，我要上告朝廷，告他们乱用军法。哎，怎么冒出个都统来？一定要进去看看。士兵把守，怎么进去看啊？来，我有办法，走。来，这儿有门。你是怎么做县令的？死了两个人了，居然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已经派人捉拿了木头头，你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犯人捉拿归案。
是不是人都死光了，你才抓到凶手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木头桶啊，你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大人，那个杨大人和学生的死有点特别，好像不是人杀的。不是人干的，是谁干的？啊，是诅咒，诅咒。啊，哎，大人，是这样的，前两天我们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垮异族的废弃的祭坛，据说是下了诅咒，入闯者会死的。混账！想当年我纵横疆场多年，死在我刀下的亡魂成千上万，如果他们每个人都要回来找我算命的话，我就是死上一千次、一万次也不够啊！怎么还能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呢？简直是荒谬！荒谬，荒谬！谁在外面偷听？告诉他们，站住！抓过来！回来！哎呀，大人，他们都是在下学堂的学生。这位小弟是死者展俊的弟弟展昭，他是公孙策，是府尹大人的公子。啊，是是是，他是包拯。哦，你就是包拯？正是在下。你知不知道，犯了擅闯禁地、偷听军机之罪？轻则100军棍，重则是要掉脑袋的。哎呀，请大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既然那么多人求情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大人，先别忙谢。你们可以猜三次，七步之内，你要是猜出我心里想什么，我就饶了你们；否则的话，多加100军棍。1 2 3，大人，我猜你在想一个案子。猜得好，猜得好，简单呢。你是怎么猜到这个问题的？反正你已经猜过一次了。4 5 6，你在想，你是在想，你什么？猜到就猜，猜不到就受罚，这不公平。如果我们猜对了，你也可以抵赖啊。我是永远会立于不败之地的。这还猜什么？要杀要砍，随你的便，请不要把我们当猴耍。这个小孩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包拯，还有最后一步了，请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什么？我当然是知道你怎么想的了。哦，包拯，你可不要自作聪明啊。大人，如果我猜对了，是不是可以免去我们100军棍呢？是啊是啊，说吧。哼，大人是想罚我们。大人，我猜对了吗？如果我猜错了，说明大人心里不想罚我们。哼，那包拯在此先谢谢大人。如果我答对了，大人有言在先，也不能罚我们，对不对呀？答得好，答得好啊！包拯，你果然聪明过人。不过，我警告你，这不过是小聪明。这次案件，我要亲自调查，直到查出凶手为止。这次案子非常复杂，不是小孩子玩的游戏。你不要自作聪明，阻挠我的调查，知道吗？是。大家听着，泸州城从今天起一切事务由我掌管，谁要是不听号令，格杀勿论。这次要好好谢谢包兄弟了。伯父不要客气。不过我就是不明白，这件事情为什么又和军队扯上关系呢？就是嘛。如果觉得府尹自理的不好，也应该由上一级的官员接手啊。
和军队无关的呀。哎，是啊，为什么要把驻守在白里以外的穆都统调到这儿来？真奇怪。难道他的遭遇跟我们一样？死的那个杨大人是他的亲戚，他来替他报仇的。嗯，有可能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也不是很伤心呢。反正他的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。这件事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哎，伯母，我来帮你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头绪呀？我只知道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一定有人说谎，凶手肯定是书院里的人。这件事真的是扑朔迷离，无缘无故又多了个穆都统，不知道和他是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现在外面都人心惶惶的，一方面是什么族的祭坛，好像又有几个死于诅咒，另一方面整条街都是军队，大家都很害怕。谁呀？什么？包大哥，你看，预知凶手是谁，到义里外竹林，是谁那么神秘啊？不管是谁，一定要去。喂喂，无所谓呀，啊，我们在这等也一样。是你。是你让我们到这儿来的，没错，是我。说，谁是凶手？我对谁是凶手根本没兴趣。你叫我们来干什么？我要你带我去祭坛。为什么让我们带你去啊？因为我要。原因，名利心、仇恨心，还有求知心，你是哪种啊？这么说，你就是属于那种求知心强的人了。哎，你说过你对凶手没兴趣啊，也就是说你是名利心了。对吗？我说的对吗？包拯，你果然厉害。哎，难道这个祭坛有一笔很大的财富吗？少啰嗦，知道的太多会自找麻烦的。你知道垮义族吗？当然知道。想当年我还没下的时候，我很清楚地记得垮义族满山遍野的花香。哎，喂，垮义族在不在？啊，少啰嗦，快点走。牙差怎么不见了？城里的守卫都交给军队了，牙差只能守在衙门里，外面的事情不用管了。少啰嗦，快走。臭小子，轻点。走，快点！包大哥，
慢点。到了。怎么样，洞里有些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轻点儿。快，这前面有个祭坛，上面有个符号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上面还有一个人被恶鬼用长矛扎死的，这边这个人被鬼挖了心，这个人被摘了脑袋，这边这个人被恶鬼砸了脑袋和四肢，还有那边，这边一个人被恶鬼用铁锤锤了心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石料比较新，颜色比较浅，是吗？小鬼，去帮我移动它。站住，小心，出出往后退。给我。果然机灵，快。这个我检查过，没有缝，根本移不动。还有没有什么诗词之类的东西？嗯。有，山上山，水中水。就这两句。就这两句，没有骗你啊。山上山，白山抱千翠，水中水，黑水拥万红。对，是这里了，是这里了。包大哥，没事儿。你没事吧？嘘，没事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快去吧。你要小心啊。没事吧？快走。